好，欢迎收听今晚嘅动漫无双，我系主持小玲。游马二啦，老我嘅杂鱼镜花先生，赢者。你几时俾佢老过嘅？系啦，咁啊，今集就讲翻一套，就之前就讲完加速啦，咁啊，自然就要减速，减速系啦，秒速唔嚟埋，唔系好好讲嘅要。好啦，咁我哋今日讲嘅就系《刀剑神域》，即系咩啊？即系 Sword Art Online。系咯 ，SAO 唔包括 ALO 嘅讲完。咁其实嗱，新翻就大致讲个开头，咁嗰度就其实啊不作细表，咁啊讲翻啲结构性嘅问题啦。一节啦，就先集中就系讲咗呢个SAO， 即系喺呢个死亡游戏里面嘅故事先啦。咁主要都系睇前段打得好开心，有啲女角中段开始出现，跟住变咗做呢个苦夫妇嘅快乐生活，去到清关。故事基本上就咁啦，流程讲晒噶咯，系噶啦，八个字讲完，左手揽女，右手劈友，唔得噶，佢二刀流噶，咁有第三隻手咯，即系变咗其实，系咪？你好似抢咗我同阿友买一嘢咁啊！哎呀哎呀，咁样大家谂多咗啦，呢方面就突然间可以升价成为第三强。我最终 finalize 都会对呢套嘢个评，佢斩剧情斩得好犀利，而最大问题就系对同人嗰个嘅性格描写系极度不足。佢有性格嘅做咩？佢唔系净系沟女啫咩？佢有唔系嗱？你第一即系我哋之前新翻嗰时讲就系阿恨个阿恨嗰件事件啦。就系坦啊，即系啲人熬底唔做坦，逼条女去做坦嗰啲嗰单嘢啦。渣咯，真系。咁嗰单嘢其实即系之前都讲噶啦，阿同人嗰个描写其实真系几不足下嘅，其实真系。同人嘅角色咪一个好 level 高嘅角色咯，冇啦，冇其他特别。第二件事件就系阿 Sika 系嘛？阿龙氏猫妖，唔系龙氏嗰个，系啊系啊，救翻只嘢咯，系啦，救翻条屎魔，救翻只屎魔嗰个嘅故事啦，嗰度就咁嗰度其实纯粹只系话俾你听，即系无限一睇就睇得出个植物系个触手啦，新翻佢咁讲噶嘛，咁。嗰、那個故事就其實冇乜特別，純粹我覺得真係溝女故事囉，嗰、那個真係。大家對啲妹紅嚟講好緊要㗎。真係出個妹出嚟㗎咗佢咗。描寫得同人佢係一個妹紅囉。係一個騙子，佢話哎呀你好似個妹呀、啊、殺我啦 ,AL 睇下職業會唔會咩樣啦、啊、真係差幾遠啦、啊、真係。係啦都係嗰啲妹啦。咁你有道理喎今次我覺得。死啦！望出咗真相啦，发觉原来哦，你好似个妹，所以咪揾你咯。其实个妹系唔似样噶。哇，小心依一啲男人啊，大佬，完全系俾个喺度欺骗小女小妹妹咯。呢家嚟。除咗呢、這个咁，跟住就系练剑嗰件事件啦。跟住就系、是、啲、人觉得就话前期你话表达角色，佢话啲人觉得话呢集好嘅，但我觉得呢集都系差。我觉得真系要出呢件嘢，所以就播嗰集，跟住就冇咗下文咁滞。其实最大个问题喺 SAO 呢个故事里面呢，佢好夹硬将啲角色理所当然咁铺咗出嚟呢，佢冇好似其实你话我真係会对比嘅我真係会用多亨嘅动画版故事去对比，即係多亨里面嘅故事每个角色佢都会有个出发点，就係话佢咩原因或者佢有啲咩嘅 background， 就算可能一个配角真係好少嘅，佢都会俾返一定气氛佢。咁但係佢呢度角色已經唔多啦，即係你已經講緊嘅全部都係 key 嘅角色，但係 key 嘅角色其實佢都係只係話講一講話，我係做呢樣嘢，而連佢哋嗰個佢哋係連大故事都做唔到啊！佢哋即係同人嘅後宮陪襯品啊！嗱，依個問題好同意啊，常所講，因為其實就真係好似你打 online game 所謂嘅夜團，即係你係純粹係可能喺嗰、那個遊戲大堂見到有個人。喂，組隊打你入咗依個 team 咁樣，咁嗰個人會出一出咁樣，即係譬如話佢見阿嗰個靚妹啦，即係龍唔係即係屎魔嗰個斯利卡啦，佢真係路過見到一個靚妹咁樣，咁你話佢練劍嗰個佢真係又係求其揾間咁嘅武器鋪咁樣，佢叫做有串聯嘅，即係你話佢揾斯利卡就係因為佢唔係斯利卡係因為話佢見到就係佢他嘅目標。想個目標 target 就係 Silica， 所以佢借 Silica 過橋去捉嗰班人，而你話練劍嗰度就係因為係阿斯拉介紹嘅，咁所以佢先會去依度掟劍。但係個問題係你撇除咗呢個好似原因嘅原因啦，嗰班友出完之後係冇用㗎嘛，接近有係係啊，有用嘅就係邊度呢，就係、是、最尾嗰集大家全部搞掂曬啦，你 ALO 都完埋啦，跟住話係啦，又話咩停戰協定呢咁嗰啲咯，嗰陣出咯。始终就系原本 SAO 系一个魔版小说，佢系顺序一层层咁攻上去嘅。
咁而家佢將佢叫做文庫版咗之後，攞咗某部分嘅嘢出咗嚟，去結合埋成為呢個 SAO 嘅集數。所以其實你見到係凌亂嘅，而你之後你會見到就係好多之後出返嘅短片都係講返 SAO 裏面嘅故事。一啲保元。尤其呢呢、這個啱講到啦，即係睇返輕小說版啦，即係而家出版嗰個輕小說版啦。嗰啲呢我哋啱講嗰啲短片呢就全部塞咗落去一個第二集嘅短片集啊，或者你一本短片集嗰度。你第一本真係講 SAO 篇嗰時呢，成個劇情係好順序咁落咗去㗎。即係你咁樣夾硬呢跟返時間去執返個劇情嗰時呢，我會覺得最唔好地方就係個主題好模糊啊。成件事係冇關聯嘅一件事，你唔會因為同人哦寫一件事死喺個公會死咗啲人啦，因此有啲咩過誤，咁下一個有咩特別呢，咁我覺得係冇咗嗰樣嘢就比較差囉個鋪排。我要辯護一下，大家話我哋鏡都知道你接今次主線劇本同下接副線劇本呢兩者故事冇關係，好正常嘅事。唔係，你要明白佢今次叫做入咗一個叫死亡遊戲嘅世界裏面。啱啱成隊人先俾你害完，但係你下一集你話俾我聽，又係新嘅日嘅開始，又係新嘅日嘅開始啦。咁樣嘅話，個故事我知道你係過咗好耐啊，但係有意思咩？你咁樣，你咁樣講個世界係有意思嘅咩？嗱，我簡單講一樣嘢先。我兩個人講嘅唔係都覺得 OK 嘅，點解？因為有馬講嘅角度咧，有個道理，因為 online game 有依個問題出現，但係個問題係你而家做緊嘅寫緊一本用 online game 背景嘅小說。就唔係播緊一個實況，即係你唔係將你 online game 嘅 gameplay 播咗返出嚟，咁你當然啦會同啲人萍水相逢，但個問題係你個故事係用呢個做背景咋嘛，咁所以其實你要有返一個故事應有嘅起承轉合，人物結構、故事脈絡，咁當然啦你用個咁嘅結構去用，咁我好寫實咁樣將啲人真係路過嘅，咁個問題就係話你真係似一個實況就多於一個小說啦，咁你個小說就有啲敗筆啦，可能始終係啦，正如啱啊 IM 講啦，劇情呢家嘢要起承轉合，咁你冇承繼嘅話就，你話咧會就為做而就咁，佢就特別濃厚，咁嗰一下就有點而睇得好似好唔順暢咁樣。而你話我覺得SAO 故事裏面其實用唔到一樣嘢，就係話我一個角色，譬如好似話初出道嗰陣時，即係大家一 level 嗰陣時，你遭遇到佢，即係你好似話你見到某一個角色，即係你可能即係萍水相逢喺嗰段故事裏面，佢可能只係一個閒角。但是你之後你會可以再運用返呢個角色，你其實多亨好多時都會係用呢種方式㗎，那個角色可能真係配角到係佢最後都唔係一個戰鬥角色，但係佢係連帶到一個好犀利嘅敵人或者係好犀利嘅角色，佢哋係有串聯，而你係因為以前嘅一件好細嘅事件而連埋一齊，就好似其實你玩 online game 咁樣，大家一 level 嗰時你萍水相逢，你可以記得見過呢個名字，跟大家可能早啲嗰時話咦好似見過你咁樣，其實你係攞呢種咁嘅感覺㗎嘛，而呢個都係話一個幻想世界或者一個幻想平台裏面去報一個世界幾咁龐大嗰個嘅手段嚟㗎嘛。即係又重遇你啦咁樣，即係有返個世界嘅感覺。咁但係就個問題係佢唔係完全冇嘅，即係你見到克萊恩嗰啲係啦，男人嗰啲咧系会出翻嘅，但系唔知点解啲女咧要用完即弃嘅，好奇怪嘅，真系好后宫 feel 嘅。依、這个最主要系因为阿斯兰嘅关系嘅，其实都系克莱恩啊嘛，基系同人啊嘛，大家明啦，真系嗱咪嗱，亦都可以驳翻阿树人呢个讲法。而家近年咧，或者而家少咗啦，呢排会将啲 girl game 动画化，咁就好多时候，你甚至你话 Little Buster 或者 Kiss 一类型嘅嘢咧，动画化咧，即系经典里边过往嘅做法，好多时候咩头几集介绍角色。咁嗰啲角色其實大家唔係好知佢做乜嘢，跟住呢就逐個逐個角色講㗎嘛。其實呢個呢就好似咩，大家只係睇咗八集，點解呀？講完阿斯亞片應該講其他人㗎，但係佢完咗啦，唔好意思呀，跟住嗰啲人冇咗出現㗎，只係介紹啲人出現過嘅一巡例。簡單言之就係嗰啲女角為出而出，但係就毫不立體咁樣啦，係咪？菜單 menu 有十項菜，就我點壓曬呢條菜得 ，OK 後面啲唔會上㗎啦，唔會再出嚟㗎啦。你依個阿鏡花講嗰樣嘢係正確嘅，喺 SAO 個故事裏邊，其實佢嗰個出嗰、那個人物嗰個鋪排就係咧，當我需要呢種角色出現嗰陣時，佢就做一個咁嘅角色出嚟。而家因為嗱，我唔係計網路版，網路版佢應該川原佢係有寫到每樣嘢嘅，但係佢而家文庫版做出嚟個咁嘅就係、是，我而家要個同人因為有獨門秘技啊嘛，咁我團長咪獨門秘技咯，咁我要打把劍嘅，咁我咪要整個鐵像出嚟咯，我要設個局音人嘅，咁男女都得嘅，咁梗係女好啲啦，咁我整個女出嚟咯，嗰、那個需要個感覺你會變咗係咁樣顯身出嚟啊，因為有所以有，係啦，嗱好明顯有個例子嘅阿王。可能第一 part level one 大家都係低 level 攻略嗰陣，你見佢卑鄙無恥嘅笑容一面噶嘛，之後理論上幽禁死會出翻嚟噶。
冇喎，得个名讲讲就算啦。咁点咧？唔系咁，跟住其实最重要，其实跟住要讲嘅就系当同人同阿阿斯兰开始组队之后啦，呢段时节里面嘅故事啦。我情愿你讲，你唔好有十种秘技啦，你讲落有两种秘技算啦，不如好唔好啊？二刀流同埋神圣，佢而家得两种啊。即系我知呢个本身个故事，但即系我唔知佢系咪之后谂住补。但系老实讲，如果其实你咁样出，即系咁样出嗰阵时，呢、這个当然系原作问题，唔系动画问，唔系动画问题嚟嘅。我会觉得话，我又唔觉得好似有列强争霸嗰种感觉咯。唔系，你明白？我写欧拉惊嘅矛盾，得两种好少、啊，太多唔得、啊，十种啦，齐晒头十个平平齐啦。你咁样咪就话，即系穿越其实冇乜点谂过噶，十个型啲咁咪算啦咁样。佢打十个嘛？你另外讲啦，跟住其实就系、是、其实中间里面啲战斗真系好虚啊！即系你话跟住系叫做咧话哦，大 battle 就系同人用二刀流对呢个第74层嘅 boss 嗰度，大家觉得点先嗰一场？打得点先？硬毅咯，有少好似一开始同阿斯亚组队嗰之前即系甩头嗰阵咯。系咪太夸张咧？你讲到你自己咁劲？嗯，我会觉得纯论作画嗰个爽快感系有嘅，但纯粹就系冇乜好细致嘅表达咯，即系纯粹系哦好有气势咁劈咗过去就算嘅感觉咯，一种。应该话咧有个几大嘅问题咧，就系、是、咧之前喺斯迪卡篇嗰阵时咧，见到同人俾人乱刀斩嗰下咧，即系佢系毫无感觉咁样，即系理论上呢只 game 系冇痛过系统嘅其实。所以咁样嘅，你见到就系嗰幕同人，即系当然，我觉得气势问题嚟嘅啫。呢啲嘢就系话，即系佢讲到，即系讲到话啊受晒伤嗰个情况嘅话，会话其实应该唔会出现嘅。其实你应该系狂斩嘅啫。我觉得冇痛过系统咧，佢系要带到后边第二期最尾嘅话，好服不定。第二期你讲 ALO 最尾嗰位。系啊，冇错。Okay. 但系你呢度你要见到就系佢所谓做出嚟个战斗咁，即系话嗰班人系好入戏。俾人吃中咗之后就话、啊，我要整个受伤嘅惨叫声出嚟先，即系其实系唔会有噶嘛。即系其实 BGM 嚟，佢已经忘记咗一个 online game 咯。嗰一下其实系好简单，打机街机打件假街机高达就得啦。俾人打中你会痛啊？哎呀，好痛啊！要抽下筋，哎，抽下筋嘅。但系你会痛嘅系。唔系觉得，我觉得佢嗰幕系因为佢俾人秒杀先至咁样。喂、哎，点会突然间死咗咁样？但系唔系，我系打魔盾，我有马系会叫神圣盾噶。咁你话跟呢度呢件事件起身就系跟住就系团长同埋阿单挑，阿、啊、同人单挑啦，同埋跟住入队嗰段剧，嗰段就嗰段就冇乜特别嘅，嗰段就嗰段 OK 嘅。嗰段反而嗰段打就 OK 啲啦，喺斗技场打嗰段，我觉得话我接受到啦，嗰段就真系，因为你上单 P 啦 Q 一对一嘅，两个实力差唔多，你画出嚟即系合理性会高好少少咯，会系。我觉得最抵死就系咧，开头跟住话同人训练，即系俾人带咗出去话要团队训练嗰度咧，我觉得系超低能嘅嗰个位系。团咩队？几多个人先打咯？团队你唔好讲笑啦，真系。我举个好简单嘅比喻。佢话嗯，我要收晒你哋所有嘅道具，我今次要睇你哋嘅能力反应，即系等于话俾你听嗱，摩亨咧我就将你所有回复嘅嘢全部收晒噶啦，粉尘嗰啲系全部欠奉噶啦，闪光弹 sorry 都冇噶啦，嗱你净系打咯。咁我呢啲远程唔使打噶啦，我出嚟叫咩啊？用脚踢啊！阿生你连子弹都冇啊，收晒噶啦。咁我话我得翻只脚踢咯，石头掟黐火龙又嚟啦。即系我觉得你话你训练，但系你唔好唔记得呢个系死亡游戏嚟噶，如果。训练濑咗嘢嗰阵时点算先？唔系啊，要野外摸黑嚟讲野外，刮啦，刮啲药草出啦，刮啲药草啦，点啊？搵乜自己调和调药丸食咯。喂，呢啲完全系第一关泥牌嗰啲打封面怪咁样，哇！打光龙啦，乜都冇啊，冇刀啊，冇刀石，乜都冇。唔系，我见机呢个问题就系话，你哋班友唔系咁天真，即系你哋而家唔系真系打紧机，你哋系真系会死噶。我就收晒你啲救命嗰啲嘅啦，即系你唔俾就系啱啱突然之间唔知边度生咗只稀有怪出嚟，跟住就话呵呵濑嘢啦，大家。佢似嗰啲系咩咧？嗱，我撇除咗我啲装甲，纯粹计个人 level 能力，跟住睇下先。嗱，我哋咁样打连携咧，睇下对面可以输到几多攻击力先，好似练甲斗 game 连连技都使输咗咁样。唔系，其实呢度之前已经觉得奇怪噶啦，你一个同人一个 level 咁高嘅玩家，仲需要训练嘅咩？呢个我觉得奇怪。就算你系讲训练，应该系一个团队嘅训练先系咯。都系团队啊。我睇唔到囉，睇唔到一个团队嘅意识囉。麻雀团。最后就係之前嗰、那个阿斯兰嗰个护卫啦，其实就係已经係加入咗呢个 PVP 公会啦。喂，佢话佢崇拜整个咩图咩标志上啫，但佢应该唔系嘅。唔系，佢话佢以前喺佢哋嗰度学嘅。即係佢学咗个麻痹技能咁样，话我识麻痹，我超强咁样㗎啦，已经系。即係喂，呢啲我强，我而家打神到。穿完呢个设定里面呢，佢好多嘢喺度打紧自己念㗎。
佢呢、這个话呢隻 game 系 level 就系大能嚟㗎啦，我 level 高过你呢就系、是、我赢硬㗎啦已经系。但系呢你明显知道嗰条友阿斯人都讲过啦，佢起码高你唔知十个定廿个 level 㗎啦已经系。跟住话咁如果麻痹技能嘅话，咁应该嗱我俾尽你十秒，你最多得两秒嘅啫，应该生效时间。如果 以等级计嘅 MMORPG 话俾你听，分分钟系唔中添。唔系最紧要就系同人之前好虚，唔系好劲咁话，我一秒回复唔知几多 HP 噶嘛。嗱几个围住你，但问大家一个人督剑督剑几多伤害先可以回得翻嘅 HP 系？佢系咁集，当然冇战斗回复嗰样嘢啦。即系你当话嗰条友就系话我揸住把好稀，我都系揸住把好稀有嘅剑啦。你回复唔切 OK 翻，你又吉咗好多下咁样啦。你卅年你好超强啦吓。佢个我觉得佢似中药材啫，而家咁啊啱咯。咁佢呢招佢可能系佢嘅特殊技能嚟嘅咧。系咪十招其中一招啊？督，即系个现实生我就再晒李时珍啊嚟咯。呢个世界得我识嘅就督督督督，强人嚟呢部。佢讲嗰度话 level 凌驾一切嗰度，其实好多时就系喺呢啲位咧，懒系做个危机位，根本就系同人嗰个 level 根本就系 top 嘅人嚟嘅，你边有可能做得瓜佢啫？如果你咁计，根本上成件事唔 work， 同埋话开头突袭嗰几条蛋散话杀同人之前嗰个啦。嗰幾個都係同佢差唔多級數嘅，你好唔可能一刀斬死人啊？唔好玩啦、啊！其實我就覺得有個 HP 計法問題嘅，當斬你隻腳扣十 HP， 咁我斬你個頭點計先？係咪即係 HP 變零先？唔係，因為本身就係、是、原專員佢講咗一樣嘢，就話呢個係等級制嘅 RPG， 係啦，同埋補充一樣嘢，對人應該冇部分破壞嘅。所以呢個係一個比較令人著迷困惑嘅地方就是。所以我係好不，我係唔係好中意呢樣嘢咯？好搞笑就係、是、喂你呢頭講完嗰個設定，你下集啊咦啲設定去咗邊啊，你話佢做跟住都係。你點解著迷兩困惑，你想話返亞斯蘭塊面。真係好困惑啫，真迷好迷嘅感覺啫，你試下咁樣。著迷咁然後跟住你就話啊亞斯蘭，跟住就話啊即係你嗰個危機又係亞斯蘭話、啊、原來一直哇佢一直係追蹤住同人嗰個位置，嘩呢條簡直係跟蹤狂嚟嘅真係。吉田一美超乎常人嘅速度咁樣就趕過嚟現場咁樣。佢根本就係白刀，我明明係特登就係睇緊花生㗎嘛，做乜你咁耐都唔殺到佢，而家搞到咁唔得，你太做得唔好啦，我嚟懟冧你咁樣。嗰個場面滑稽呀，你兩想象下阿斯蘭點樣衝過去呀，其實。唔係呀 ,P, 有冇睇 P 站嘅圖啊，阿斯蘭匿喺舊石後面快刀啦，都最正嗰個地區我先出嚟美救英雄我要。唔係你有呢一段係好多人做過惡搞，就係首先就係呢阿斯蘭其實係同嗰個隨從夾埋咗嘅，然後跟住就同個隨從講話，你殺咗同人嘅話呢，我就可以同你咩，其實佢呢個計劃就係俘虜同人嘅計劃，等佢可以英雄救美。嘩好 make sense， 我都 make sense 過本來我哋講嘅嘢喎，依一個其實。即係本來設定都冇咁多。我講咗好多嘢㗎，依 part 㗎啫。係呀呢個劇情係好 make sense 嚟，我覺得。咁然後跟住就跟住就係講一夜之後啦，嗰度啦，嗰單嘢啦。咩呀喂，你 skip 咗好多嘢喎，一夜之後啊大佬。16.5動畫係冇做到嘅，即係咩動畫已經冇咗名 cut 咗啦，跟住上邊嗰集咩 cut 埋身點話唔使做啦。就咁樣講，小說呢就雖然都冇寫個情節出嚟，但我講到佢哋真係有做到嘅，但動畫唔做得冇啊。小說咁計嗰樣嘢冇做到啦。點嗰集俾你睇？係應該係網路版咧，係即叫做 16.5 啦，啲人叫做就係講即係同人同埋呢個阿斯蘭嘅 H 嘅情節嚟嘅。咁呢但係呢即係呢一段咁當然佢文庫版佢當然係唔可以出呢啲嘢啦，佢就只係講就話我唔搞掂咗啦，總之。咁就變咗官能小說㗎。動畫版係連講呢一樣都冇嘅，因為呢一個就電視俾播啦咁樣啦佢做。你講原之空呀、啊、原之空嗰啲唔可以咁計喎，唔係地上波嚟喎，原之空衛星波㗎喎。跟住嗰幾段其實都係講返啲話低下階層啦，你可以話 level 低嗰班人啦。流蟻級。嗱好明顯就阿茅長捉牆啦。一班機都唔識打嘅死僆仔入去有咩用呢？冇任何數嘅差。喂，唔係你好難咁計㗎，成件事其實。啱啱個個打都有新手㗎啦，唔好咁講人好唔好先？佢哋班即係好明顯係小學生定幼稚園生嚟㗎，大佬唔係講笑喎。喂，小學生唔可以玩遊戲嘅咩？佢就算我俾你寫嗱好多遊戲，12歲以上咁可以12歲以上，佢12歲就玩得㗎啦，你唔好一定攞20幾歲嚟計㗎嘛。其實我幾鍾意佢寫第一層嗰度低下階層話軍隊管治嗰個位嘅，其實我覺得 OK 嘅，佢喺度講即係每個人都有自己生存之道，你想離開遊戲，但我冇咩能力離開遊戲，咁我梗係喺呢個世界裏面想辦法生存㗎啦。同埋有個寫實性就係話有一班係即係
mania 嚟嘅，成日都打嘅嘅玩家，有一班可能话系可能要翻工嘅，即系游戏正常都会有啦，升级升得好慢嘅，或者有啲人根本唔够能力打再打上去，咁嗰班人嗰、那个环境佢都有讲到。而你话比较缺乏就系佢有少少渗到嘅，就系好似话一啲职人玩家去协助。基层協助上层嘅人嘅资源流动，其实喺呢隻 game 里面其实系都几重要㗎嘛，即系我话啊，你做剑又好啊，你系钓鱼啊、食物啊，任何嘢都好啊，其实对嗰个嘅整个个生态环境其实系我觉得系有潜力讲嘅，即系当然我其实网络版我唔系睇咗好多啫，我唔系好见到呢样嘢，其实佢好最主要都系讲战斗嘅方面。但个问题动画版系咩呢？佢一开始做嘅做法就系出女，出完女啦，跟住有啲打啦，跟住阿斯兰的快活生活，跟住咩讲返基层，即係佢唔係將啲嘢係 combine 埋一齊嚟。呢个其实就唔係动画版嘅错嚟嘅，呢个小说版嘅错嚟嘅，呢个就。OK， 咁但係佢可以捞返埋咁上次。我觉得个排序其实佢，我觉得佢应该顺返多少排序囉，其实。同埋一啲外传片我唔知係咩原因啦，其实有啲外传片我觉得其实係可以加入去嘅。咁當然佢可能話見基於就係話我集數唔夠啊，因為佢之後仲要開呢個 ALP 冇事囉，佢唔做 ALO 㗎，用 SAO 阿同人 SAO 結局阿同人喺扶住手掌喺醫院一路行一路行一路行，跟住就完咗，有幻想囉，冇問題㗎，都係一個手段嚟嘅，如果你計嘅其實都可能好似有馬講嘅都可以成立嘅呢樣嘢，我覺得反而可能對即係話啊有啲 open end 嘅 feeling 咁樣嘅。因为其实而家好多动画都话，就算即系之前你上个礼拜都讲过啦，即系唔系上个礼拜，即系之前咧讲九班人讲过，咁而家好多动画就会将呢个斩开嚟讲，系补充翻嗰个系 Cookie 嘅所以做嘅，系啦，咁啊，咁佢哋咁样做法其实可以有个商业效果，你可以延续落去啊，有个 gap period， 即系可能话有啲 event 啊、commercial 或者商品销售方面，咁其实整体个效果就更加好嘅，喺个出书啊或者其他嘢，咁你未必一定要减啊，我做咗两季咁一定要做晒佢咯，同埋可以更加完整，因为其实佢个量有啊，但系佢要两季浓缩咗佢，佢唔做翻。而最大问题喺 SEO 嘅故事里边就系、是，我都系头先话一直讲紧啦，就系、是、角色交流，无论好似话到阿杰伊由佢相识，即系由执到阿杰伊到阿。杰伊死咗，牺牲咗自己去救翻阿同人同埋阿斯兰。咁你呢度其实太快咯，个故事系你即系你，如果以一个故事嚟讲，你可能分分钟有时你感觉唔到话佢哋之间有啲咩交流。其实我想吐槽俾我讲一讲啦，唔好插我。杰伊点解要揾阿同人阿斯兰咧？佢话你两个心理质素好好，个心谂梗系啦，你慢慢十六点五，心理质素梗系好噶。其他玩家心理质素梗系差咧。佢哋睇住你十点五斤，心理都差啦，大佬。喂，你唔好讲到佢哋好似喺玻璃房度做咁得唔得咧？另外一样嘢就系话心理质素好，我嗱可以用翻我哋之前讲嘅讲法，呢度系一套爱情校园喜剧，所以心理质素系好好嘅。唔系，其实咧嗱，我正经啲讲啦，嗱，即系你如果你换个角度心理质素嚟讲嘅话，其实咧佢哋两个有共通点嘅。如果以原作嚟讲，佢哋都杀咗人嘅啦，其实。啱啱啱。咁你殺咗人依然可以保持正常，咁你心理質素咪好高囉、呢個算係認真講㗎。嗱動畫版呢佢就改咗嘅，阿斯蘭就冇殺人嘅，就係、是、都係同人殺嘅，真係同人殺嘅。咁同人其實一件烏兩件話佢已經殺咗唔知幾多件嘅啦，條友又比較弱嘅就係佢冇講呢啲嘢。其實換 PK 換家殺人呢樣嘢其實係喺呢個遊戲裏面一個重點嚟緊。你而家迪士即係迪士我即係可能話你係一個 PK 嚟嘅都係啦，都係 PK 啦 ,PK Q 啦，你要殺死我今日可能我打贏咗你，我係咪應該殺死你呢？即係除非你好公式套路咁，我係大人大義嘅，咁我打走咗你就算啦，點知你後面搵乜刀仔吉即係可能話我實力相約嘅，你唔係你死就我亡㗎啦。咁其實呢方面即係話你作為一個正常人，你可能對殺人你都會有啲抗拒㗎嘛，其實係講緊嘅就智慧殺人嗰個 concept 喎，真係。係啦。咁呢度其實我覺得話係講呢方面其實我希望其實動畫版你話個掙扎其實應該可以有啲喺度啦，即係當然呢個都係原作。冇咁樣講到，咁佢動畫自然冇帶到啦，而且佢嘅表現力就比原作更加弱咗部分嘅感情描寫啦，所以其實呢個係一個問題嚟嘅。即係譬如舉例啦，可能話佢啲心理描寫唔夠，即係我唔知有冇，但我相信其實文庫版或者網路版嘅應該多多少少會講話佢哋發夢，可能會講咁。
即係你可能加呢啲環節講話認知形象化，講話哦佢夢到以前死咗啲同伴或者嗰類嘅發惡夢呢類嘢，咁你可以做到嗰啲效果，咁都好快。即係譬如話你第一集一即係佢有一集一開波就係話佢同阿斯蘭喺自己間屋度咁樣跟住喺度好甜蜜咁喺度瞓覺咁樣，咁你可以即開波播個惡夢，跟住先影翻嗰個位，咁其實唔會多你好多時間，只十幾廿秒啫嘛。即係佢可以做呢啲位嘅，但係佢冇做。而跟住你話講到其實就係最終就係75層嘅大戰啦，就係、是、一即係、就是、一個完全同以往唔同規格嘅 boss 級嘅人馬啦，就犧牲咗好多人啦，然後跟住同人就發現咗就係、是、哦原來你條 Immortal 你個團長就係、是、你條粉腸咁樣，係啦，就係呢個阿茂長嚟嘅呢個位呢。描写得最好嘅唔系阿同人或者咩，系阿茅长个角色。其实我觉得你话成个 S A O 个故事里边咧，描写得最好嗰个系茅长个故事里边。佢小白啫，应该话佢真系进入咗呢个世界里边。即系当然，其实咧嗱，当然你话唯一有嘅斟酌就系话，既然你进入咗呢个世界里边，你就唔好揾系统保护自己啦。当然呢样嘅，即系佢话呢个系佢故事嘅剧本，就系佢就话。緊係要保障自己唔死，可以去到某一個程度，咁然後跟住就可以將自己變成一個最終大魔王。我有權咬底㗎嘛。唔係，其實我覺得係一個考慮嚟嘅。佢我估佢擔心就係話，如果佢冇人去攻略呢個 SAO 嘅時候，啲人係好安樂咁喺呢個世界上生活嘅時候，咁就冇一個頭頭去即係、就是、去攻克呢個遊戲嘅時候，佢又作為一個游戏嘅角色去领导呢班人咯，或者简单啲讲，有听前几集就会知道啊。你哋讲台湾 RPG 有咩百里波剑神一样，咁如果个十里波剑神咁样，如果个个都喺起止之阵打到九啊九咧，咁啊濑事咯。嗯，唔系啊，我意思系连起止之阵都唔需要打，佢安心喺呢个生喺呢个世界生活，即系可以坐老人院咁咯。唔係你話其實反而你話我喺即係呢一節裏面我最想集中講嘅其實係喺茅長即係你創造呢個遊戲嘅時候其實佢嗱佢個心態但係佢捉咗幾多層一萬人入去嗰個 game 裏面啦其實呢個故事佢都同佢之後所講嘅嘢其實真係好似發夢咁樣因為始終就係阿斯蘭佢哋嗰陣時其實都有強調嗰樣嘢就話、是、就算佢哋精神冇事啫喺呢個世界裏面但係佢嘅肉體都可能會因為咁樣話、啊、你太耐冇喐啊咩成咁樣咁你成個人衰竭曬咁樣咁然後跟住你可能都係會死㗎嘛。咁其實即係話呢個其實都係一個有限時嘅世界囉其實都係一個。其實有問題嘅佢精神都 copy 咗喺個 server 上面玩遊戲嘅咁肉體死咗都冇影響嘅好似同人咁喂好似茅場咁咋嘛冇嘢。唔係佢講過一個設定嘅呢、這個你唔係真係將你嗰個叫做精神係入即係你個精神唔係真係完全入咗佢個 game 裏面係同你人係連結咗嘅其實係。佢只係博咗啲 detector 喺你個腦度咋嘛即係你個腦要運行你需要有返個正常嗰個生理嘅供應。咁但係問題係當你個人瞓床瞓得太耐，即係譬如話你有條友攤咗，你瞓得太耐，你個背脊都會爛咧。得閒要我會喐下噶嘛，即係被動性嘅自由運動呢類嘅嘢要嘅。咁所以當然你個人拗得太耐，咁始終係會死，因為佢唔同你個工學機動隊嗰、那個可能全身二體人嚟嘅，呢、這個始終係有血有肉嘅人啊嘛。佢個生理上有個需要，有個極限喺度咯。唔係，其實我明嘅，因為你見到話設定上就係、是。條鏈線斷咗或者冇電就會即刻老燒死啦類似啦所以佢靈魂喺肉體面好明白但問題其實茅長隨時可以將佢靈魂 copy 個 server 嗰度用㗎但佢冇咁做啦就係、是。唔係你呢樣嘢唔係做唔到啊茅長最後佢都係輸咗之後佢都係咁做自己你燒壞腦㗎嘛你咁樣會即係佢而家叫做佢真係想做一個其實你當係將我哋一啲漫畫或者叫做動畫裏面一啲異世界大冒險佢實體化咗喺佢個舞台裏面即係佢哋有個希望可以走返出去呢個世界嘅就係呢樣嘢如果你一開頭咁講嘅就話一開頭已經將佢一萬人燒壞咗個腦咁佢哋唔使打啦個個留曬起始之陣 OK 啦咁一定冇事㗎即係佢唔係想創造呢樣嘢出嚟㗎嘛即係佢只係想發一個叫做好童心嘅夢不過佢呢個好有童真嘅夢就令到好多人都會受害咁解囉如果用一個簡單啲嘅比喻即係話即係樹人講嗰個講法即係佢哋全部勾勾嘅起始之陣即係死咗喎。咁同啲人所謂死咗上天台無憂無災變天使有咩分別呢唔係同埋呢你話茅長其實即係啦即係我呢個套租嗰一句喺呢隻 game 裏面其實佢都即係話你人始終係越來越少㗎。即係佢要你始終嚟一萬人搞到六千人。而呢隻 game 裏面即係雖然有呢、這個搞嘢嘅設定但係冇刪廢呢個設定㗎嘛。你係唔可以刪隻 MEC 出嚟㗎嘛。我哋決定下個 patch update 做山仔系統。
得。你要搞晒你有结婚喺度先有生仔噶，大佬。唔系，你要明白就系、是，你冇呢个系统，即系你呢个世界，你真系会越嚟越少人，即系越嚟越少真系所谓嘅真正意义上嘅人类喺里边噶嘛，即系可以有自己思考能力嗰啲，咁结衣嗰啲唔算噶嘛，其实系，即系佢 AI 系啦 AI 形式嚟嘅啫嘛，咁你越嚟越少人，咁其实呢个世界其实。是一个不完全的世界嚟嘅，是一个自主性独立有活体的人咯，冇咗一个咁嘅即系行动单元啊呢啲咁嘅，咁所以自己纯靠 AI 系唔可能退得喐。咁问题就系、是，当如果你啲人已经死晒，咁全部都 NPC 系唔会帮你打到。NPC 系即系遵从于你创造佢出嚟嗰阵时个设定去行动嘅啫嘛，可能系，即系佢唔会即系你。当然你话哦，如果个个都系结衣咁样话，可以有自己感情嘅话，咪 OK 咯。咁但系系咪真系咁理想？想要咁嘅游戏啊嘛，就系问题系，咁样就佢自己打晒啊啫。所以你话即系矛长捉呢一万人嚟都有原因，就系、是、当然其实即系你见到嘅，其实各方面都系有唔完善嘅地方。你都会见到就系其实有北有城嗰啲嘢咁嘅嘢，即系有好多人可以穿过某啲嘢去做某啲行为咁样嘅。咁呢个都系佢嘅问题啦，呢、這个都系纵观而言嘅，即系你好似最终阿同人同阿呢个阿矛长一对一对决之下，唔系佢要挟住同人嗱、即系死就死唔死就唔系嘅，佢其实佢系俾选择佢嘅，俾个机会嗱，你咁叻啦，识破我身份啊，好，我俾个 service 你嗱，如果你而家可以怼冧我咧，我就当你搞掂咗，唔得嘅话你哋就慢慢打，我咪做上面等你啊。唔系而呢个我会见到就系、是、阿矛长其实佢已经系即系佢真系进入咗个游戏，即系佢对佢嚟讲，佢而家话哦我俾你识穿咗身份啦。其实佢如果佢要真系好自保或者好熬底怕死嘅，唔好话解除呢、這个保护系统啦。我解除咗之后，我将我全部能力9999嘅，你打我一笨，即系唔扣血嘅，即系都可以嘅。即系但系佢已经系叫做咩？佢当咗自己已经系呢个世界嘅居民 ，fair play 嗰一个系啦。所以先会有呢场可以公平嘅对决喺里面，唔系嘅话，老实讲，如果佢真系作为一个真系大魔王咁嘅角色，话我真系想捉住你嚟实验研究嘅啫，跟住睇下我下个世界可以点样玩嘅啫，即系好似惊爆游戏咁样嘅话，哦，睇下佢呢个游戏平唔平衡嘅啫，我下次捉到一万人出嚟玩噶啦会。咁样嘅话，咁佢唔需要创造呢个决斗而亦都唔成立咯呢个故事，即系你永远都打唔赢，你始终就系所有人都喺矛长嘅控制之下噶嘛，其实系。所以其实你话呢个系睇到本身，你话睇到矛长本身嘅性格会系，即系佢都系一个好均真，即系你均真同埋佢，即系佢已经系完全进入咗呢个世界。唔系，其实我几认同矛长有个理念嘅，我记得以前睇漫画，睇漫画，嗱矛长有咁谂嘅 ，online game 整一个好完美 online game， 即系佢完美系佢自己定义嘅完美啦，就系、是、咁。我以前一个漫画，中学都睇过，我唔记得个名啦，可能读者听众会知啦就。咁又系类似故事嘅，个游戏设计整个最完美嘅游戏，但问题完美游戏一个问题，啲玩家就是、玩家嘅心态，输咗就 restart game， 或者输咗就唔玩。咁其实 restart game 呢个系咪一个必要系统嚟嘅咧？即系有 game 冇得 restart 嘅会唔会好啲咧？于是又写一个冇得 restart game， 仲要捉咗一班指定嘅人就去玩。咁好似类似一次嚟嘅游戏，佢个心态同矛长差唔多，就系整个。冇 restart 嘅一啲玩家先会认真对待游戏，唔会咁儿戏咁玩啦，就会咁先至有完美游戏出嚟，会系。咁唔系嘅，掹线嗰班友系好嘟嘟嘅。你又想发射嗰啲 game 入面嘅 GVG 嗰啲又系噶。咁最终就系以其实你可以叫做咩啦，同归于尽嘅方式啦。阿同人以同归于尽方式就系、是，即当然啦，嗰段又系，我觉得又系唔即呢个原作问题嘅。你一个被系统绑住咗嘅阿斯兰可以凭自己意志去真去可以系解除咗呢、這个麻痹状态，我觉得喂我接受唔到囉，其实耶稣系有 miracle 嘅，讲完 PSO 都我俾隻怪话咗，系得咁特权啫，有咩有咩咁正冇反应嘅，点解我意志控制唔到个角色嘅大佬游戏入面，即系佢呢度讲到佢喺一个系统咁大能嘅情况之下，我觉得呢一幕即系你。仲要事先煞有介事话，嗱，你将我帮佢麻痹咗先，等佢唔好自杀。咁即系你煞有介事讲到啲嘢，就好似竟然阿矛长有100%信心话，放心啦，我会做到嘅。跟住唔够两三分钟之后就打咗你一次脸。之前阿同人俾人麻痹嘅系中药噶嘛，大佬，咁冇事，呢个阿爸真系冇事，我喐得到，你错晒呢啲。咁最终其实你话系去到就系、是、所有人解放之后，阿同人同埋呢个阿矛长嘅对话啦，
咁嗰段其實就啲人覺得係好 BL 啦，唔知點解係BL 唔算嘅，兩個點講呢，同人其實認同咗矛盾整遊戲理念，但係唔認同佢用呢個方式實現呢個理念喎，勉強算係咁樣囉。你話咪機就有啲兩睇啦，就唔係始終做出嚟嘅結果，呢隻遊戲始終造成人係死亡㗎嘛，咁咪有個問題囉。其實你見到同人學嚟都整隻冒牌 ASAO 㗎，就佢始終覺得呢遊戲最好玩，但問題佢都係覺得矛盾做嘢真係錯嘅，都係即係你見到兩種睇法會有。佢認同矛盾嘅夢想，但係佢唔認同嘅手段，好似頭先阿 IM 所講嗰樣嘢，佢即係話一方面覺得佢呢個理想係其實係好偉大咁樣嘅，但係佢覺得就話佢要用到呢一樣嘢去實現嘅話，係真係太過不擇手段啦。嗱難聽啲講句，有時人係好犯賤嘅，你唔逼到佢極境咧，佢係真係係咪同你掹線？讲完 SAO 嘅故事机去到依度嗰个位就完结咗啦。咁其实嗱，纵观你话整个，我都系觉得就系话有人觉得有人一直都讲嘅话 ，SAO 嘅故事系完咗噶啦，就系完咗噶啦。多亨嘅翻版，但系咧要讲翻一样嘢就系咧，如果照翻时间线咧，喺阿原川谂呢个故事嗰阵时咧，阿川原谂呢个故事嗰阵时咧，系其实多亨应该系未开始嘅。所以其實我覺得冇話邊個參邊個，其實只不過佢哋兩個我只可以咁講啦，佢哋諗嘅嘢，佢哋攞嘅嘢都係攞得好 old school 啦。平行世界咁樣囉，係啦。咁呢一節去到呢度啊，咁我哋下一節就講呢個 ALO 嘅故事啦。咩嚟㗎？